各位新浪台湾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的微博大来宾呢，是来了三个大男孩，他们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团体哦。之前发了他们的专辑《Dance》电丝，今天我们来欢迎 Lollipop F 来到我们现场。耶！所有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Lollipop F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维。大家好，我是敖全。Hello， 我是小玉。Hello， 主持人好。Hello，Hello。哦，少一个 Lollipop F， 对，今天怎么少一个人？威廉他去工作了，他有戏拍了，有戏拍了。他在高雄拍戏，然后是一个类似微电影的东西。对，那大家期待一下之后的作品。其实 Lollipop F 刚才跟他们聊到说，哎，他们上次来的时候已经快要是一年前了吼。对，来到我们这个新浪台湾的专访室跟大家见面。那上次是阿伟没有来吗？对，去年这时候也是在拍戏嘛。对，这时候换威廉了。对，所以我是第一次来。所以你今天多讲一点话。好的，你好，把去年没讲一定要、哦、一定要。上一次的专辑呢，最佳男配角呢，我上一张专辑的创作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然后因为今天威廉没来，所以今天威廉的部分也要请阿伟。好，可以吗？大演员好，可以好，可以好。对，就是其实今天 Lollipop F 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我们算是过两个礼拜就要过年了嘛，农历年。那他今天是来就是拜个早年。是的。对，那今天来帮我们跟网友拜个早年。好了，那我在这边呢，因为是龙年嘛，我当然希望大家呢在新的一年都可以龙马精神赚大钱。Hello， 我是敖全，那我就祝各位网友们，就是新年呢，你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，不要受伤了，好不好？不要跟我一样，我现在受伤了，刀疤你看到吗？有。对，就是昨天的时候呢。我们可以拉近吗？可以啊，其实没有什么，就是一个眉毛上面有一痕，是有一点明显，一点点。而且最蠢的是，我是在家里撞到头。发生什么事？因为我家的窗户在比较低的地方。然后我觉得很冷，然后去关窗户，就因为我家灯很暗，然后我没有看到上面有一个比较凸出来的地方，然后我就是用一个蛮快的速度这样，咣，就坐在地下，然后就真的有很多星星跑出来了，然后去照镜子就是又流血，哇，对，那我跟自己讲说这是鸿运当头，哎呀，好彩头，对，但你们记住，周遭都要小心，因为。随时都可能会攻击到你。要开灯啊，好不好？要开灯。感觉哈利波特上那个刀疤位置的那个闪电差不多嘛。那我再补个几痕，变闪电。魔力的那个獒犬。那小玉，Hello， 我是小玉。那既然是早年嘛，那我希望说大家赶快趁早年还没有过年的时候多赚一点钱，好过年。然后欠钱的，欠钱的赶快还钱，因为欠钱不过年的好不好？会衰的。OK， 都慢慢的。那我想就是请你们分享一下，说之前发专辑是2011年的下旬嘛，然后再跑宣传啊什么也到了一个尾声，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感想啊？因为其实这张专辑也是一个大突破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张专辑跟之前的就是跑起来感觉很不一样，因为我们非常喜欢这张专辑，因为我们参与了很多就是制作后就是前期的讨论过程开会啊，其实我们都很用心。那这次的专辑我们也跑了非常的久，然后也跑了很多像是内地啊或者是香港，因为上一张可能在内地的部分跑的比较少，所以这一次呢跑了很多内地的部分。那我们据说在2月多的时候还会去新马地区，那希望可以跑更多的地方，让歌迷朋友可以听到我们这张专辑。那你再多透露一点，在哪里可以看到 Lollipop？ 在哪里看到？如果你现在打开新浪微博的话，应该可以看到我们在 live。对，还有你们自己的微博上面也会 po。对对对，我们都会 po。我觉得这张专辑比较有走出就是国际的感觉，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们有想说要让不要只让华人看到我们，就是要让就是更多人看到我们，所以我们在那个专辑的歌名的都是取英文。对，就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地方。然后这次也去了韩国上了节目，然后我们即将要去澳洲，就是做表演。墨尔本，对啊，其实我们自己也觉得蛮惊讶，有没有很兴奋的感觉？对，因为它毕竟是南半球，没有去过。现在是夏天的墨尔本，三月底的时候会去。那我想请小玉分享一下，说你们在跳舞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一些经验？因为其实很多网友开始在问说，最近有没有比如说跳舞啊、练舞啊方面有一些比较深刻的？有啊有啊，难忘就是。这次比较难忘就是受伤是还好，但是很累，因为其实我们这次的主打歌是电丝嘛，那电丝你从第一秒跳到4分30秒是吧，的时候
你就会全身瘫，就是很像瘫痪的感觉，然后脸满脸满脸都是汗，所以每次大家就是要我们唱开场，然后如果之后还有歌的话，我们先跳电视再唱其他歌就会非常困难，因为我们一定需要休息，对，所以我们电视一定都是放在我们表演的压轴，因为电视是很用力的，对对对对，然后。可是电视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偷懒的，就是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四个人是滑步这样子，就是、所以那是休息时间。那个绝对是休息时间啊，那个如果歌迷有拍到一些影片的话，就会发现说阿伟是，阿伟他，我们其实，在跨年的时候真的。因为那天很冷，然后空气很稀薄。阿伟，我亲眼看到他在那个滑步的时候，他的那个鼻孔是撑到最大，他想要把这世界的空气全部吸到他的鼻子里面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快没空气了。然后他脸是全部被阿伟吸走。对，因为真的很累那天。然后我们就是用尽所有力量把我们就是新年第一首歌唱完，这样。嗯，其实，在微博上面有很多人在关心你们啊，因为你们最近都感冒了嘛，对不对？小玉气管炎。这样子可以跳舞吗？还好吧，大哥。怎么？你是气管炎？气管炎还是气？好多人在问欸，真的。因为我这个感冒应该已经快一个月嘛，那他们中间有人陆陆续感冒，可是都已经几乎都好了。对。但是就是我最久，然后昨天去看了医生嘛，医生就说这个是气管炎，如果不早点吃药，然后解决的话，会变成肺炎之类的。我觉得我抵抗力好像变强了，我有小玉抗体。因为呢，我哥跟他在同一间，就是睡觉。然后我觉得我都没有感冒哎。那我现在用一口痰，然后吐往你嘴巴里面。如果又没感冒，我真的是很强的。那你现在开始表演一下。好。OK， 我们刚才讲到舞蹈，这次也有舞蹈，就是非常经典的《爱爱舞》呈现给大家。那很多男性的网友啊，就因为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，那张专辑《我是传奇》就是。表演了一个很疯狂 crazy 舞嘛，四度空间、然后我也有参与其中，但是我就是手忙脚乱、对，那个是舞蹈女生的可以跳、那这次的爱爱舞、我想要强调就是男生腰力的这个部分、对，其实对男生吗？对，老师一开始在教我们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这个非常重要，一个男生在跳的时候呢，你这个跳得好代表你这个腰力特别好，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特别认真、不过这个动作因为它非常的激烈，而且可能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大家如果慢动作做的话还好，可是只要搭配那个音乐的话，哇，就对，疯狂，那如果做不好的话会有一点点不太舒服，所以那个表情也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在练的时候也是花了很多时间。女生我们比较本来一开始的时候要想说要不要教女生跳，不过怕女生跳起来太害羞了，所以这基本上还是男生跳比较多。OK， 那所以很多男性网友他今天我就帮男性网友争一些福利，就是训练腰力的这些动作。那今天 Live F 在现场也要帮我们就是示范分解的动作，好啊，给我们的网友好不好？好好。然后我们现场也有这个微博小天使，他会拍这些分解动作，真的，然后给网友分享出去这样。没有。好，那谁要来示范？好好。三个。是阿伟，示范是不是？好，我就是用这个动作，然后跟大家分享。首先呢，看不出来了，看不出来，手太短了。他手跟脚都很短哎。那我那手跟脚短的人可以跳这个舞蹈？也是可以。这因为我们注重在腰力的部分，所以你只要腰力好，没有问题。你刚刚讲那句话是有人身攻击。你怎么对着阿伟？是有暗示是不是？很多小朋友啊，小朋友。